好像有，好像有。好了，大家好，欢迎我们今天转一下我们健身环大冒险哦。那今天的话呢，我们就继续来玩一下我们的冒险模式啦。因为我们的那个音乐节奏模式的话，基本上已经完毕了嘛。那我们今天就继续我们的冒险了。那上一次基本上我们是打赢了多拉贡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前往下一个城镇啦。那他上次说交给他处理的话，那我觉得那个他因为是人质的他啦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强万了，好不好？那欧婆婆应该又是最后一只了，我们就努力的打下去第九章了。塔尔曼道总本山哦，好不好？这听这个名字应该也是强万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点啊、哦。好，原来侍奉天宇大神的巫女就是富基利的母亲啊。富基利寂寞地离开母亲身边，另一方面，天宇大神的光球被杜拉贡夺走了，从杜拉贡身上取回光球吧。那光球明就我们的东西啊，你来啦！你应该已经从天宇大神那里知道光球的事情了吧？那个果然就是我的力量啊！你拿着也没有用啊，快点乖乖还来。的确，就像你说的，那东西对我来说完全没有用哦，所以我拿去给强万了。哦不，真的是给强万了。什么？那里就是那家伙的训练场，他就在城镇里等着你哦。但是他会不会乖乖把东西还给你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不会一开始就要打强万了吧？太快了吧！我的天，哇，一开始就要打强万是不是？来来来，先跟强万讲话。欢迎来到我的塔尔曼道总本山哦，西方机。强冠大师很高兴看到你，就跟以往一样有精神哦。你还想要就是这个东西吧？既然想依赖这种来命不灵的光球，你这个胆小鬼！才不是，那本来就是我的力量，只是被杜拉贡给夺走而已哦。不要再找借口了。你既然想要依赖各种东西，实在是太没有意志力了。要是无论如何都想要拿回去的话，那就先把我打倒吧。不过这里可是我的主场哦，这个地区全都是我的训练场地，但我的徒弟们会不会乖乖让你们通过，我可就不晓得了。哦，所以这边有他的徒弟是不是 ？OK， 没问题，打怕你哦。我们目前来说，先看一下水有多少，我还蛮怕的，好不好？我们水如果太少的话，那就不好说了。我们先看一下自己的饮料有多少，六罐的话应该够，好不好？应该够，好，直接占了。打完这一关我们再说哈，如果可以的话我还不想战斗呢，但是现在不打倒强万的大师的话，他绝对不会把我的力量还给我的。你既然以为自己有办法打倒老师，真是个天真的家伙。像你这种顶着一头怪头发的人，怎么可能赢得了老师嘛？要说发型的话，我觉得强万大师的发型独特多了哦。这是由老师所打造的锻炼路线老落铁坑道，要是没办法通过这条路线的话，别说是老师了，连我都赢不了哦。好，这边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女生 ，OK， 哦，这关感觉好像应该蛮轻松的哦，直接打了，直接打了 ，Go Go Go！ 好，我们这边好像忘记换技能了，上一次好像有一个新技能可以更换吧，我们忘记了，而且是那个补血技能哦，感觉会比较轻松一点点。好，出发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，好像在坐车的哦，啊，要开车了，要开车，要开车，来 ，CWW 喷，喷起来。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！哎哎哎，不是，我怎么都没在吃硬币啊？我刚刚没有看仔细耶，原来那些都是钱哦，都没在弯，错失了很多钱的机会了。左边，往右边，往左边，想骗我不吃钱啊？我们最近真的是知道了钱的重要性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最近要买东西，真的是越来越没钱了，哇！这钱真的长得有点小哎、欸，根本看不太清楚哦。好，中间啊，大硬币没吃到，好，尴尬了，大硬币居然没吃到，之后再说吧。因为吃到大硬币之后，好像是比较能够简单的拿到更多的那个经验值哦。右边右边，哇，哎，他有时候都会打不到哎、欸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哇，这边是整个的测验是不是？稍微弯曲膝盖。哇！持续拉开我试试看，不会是躲避的关卡啊！想问老师救命哦！哇，这个真的很好玩哎、欸，但是手好酸哦！啊，要跑了！哎，他就小小的测试我哎、欸，然后这边要跑楼梯，哇靠！那么会的吗？不过好像都没有什么怪物哦，那就还好，没怪物就好了，跑起来！没怪物就好了。好，电风扇，果然是训练手臂的啊。好，好，
跑起来看一下能不能跳上去。哇，跳不上去。哦不，哦不，哦，我的天！看来我们还不会二段跳哦，没办法跳上去。这跑步机也太累了吧！打烂一下。哎，我们快到了哦。看今天蛮轻松的嘛，当我没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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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倒退路。一点也不轻松，我超讨厌这个的。这个抬腿跑，然后又要跑跑步机，真的超累。哦，休息一下。哇，这也太累了吧！我的天啊。不过这关没有怪物也是个好消息，好不好？啊、哦，我的天啊，累了累了。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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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蹲。好。木瓜的食谱，太好了，没问题。跳上去吗？跳上去吗？这好像都跳不上去耶。哦，不要再闹了，这好累哦。这加强了跑步机模式是不是？哇，最后了，最后了。哇，不要再倒退路了，不要再倒退路了。我怎么好像跑不上去啊？我好像跑不上去、欸。好嘞，怎么一回事？哎、欸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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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靠！啊！我有没有在网上？好像有，好像有。不能放松，不能放松。对，很好。来吧。太累了吧，我的天！转变为经验值吧。这个超累，我的天啊！救命哦！好。啊，这个有累到，这四分钟直接让我好不好？很难过，太恐怖了。这个跑步机希望不要再遇见了，这个很难哎。我真的很不喜欢这个一直要往上跑的，这个真是超辛苦的。哎，你通过了，真的吗？那条险峻的道路，连我都没办法通过耶。虽然你的发型很奇怪，不过从体格来说，应该经过确实的锻炼。哦，好喘哦，让我喘一下。哦，我已经没什么东西可以教你了，去吧，你可以通过这里了。就那个小男孩根本就过不了这边嘛，我的天哪、啊，好像表现的他好像可以一样。你这顶着一头怪发型的家伙，这里的所有人是不是都觉得那种发型很普通啊？就是你吧，跟着老师小万老师跑来跑去，纠缠不清的家伙，像你这种胡来的家伙，本来应该要由我清出。我喘到没办法讲剧情，本应该是要由我出面处理的，但是不对外人旁人出手是我们的原则。不过如果你能通过强万老师所打造的这种药洞荒野的话，那就当作是我输了，到时候就让你通过这里也行哦。哦，所以基本上他的都是一个短短的关卡，其实应该不会太难，应该。可是他那个四分钟就让我要命了，这个三分钟希望不要太恐怖。不是啊，你强万就训练手臂就好了，你干嘛一直让我跑步啊？我天哪、啊！不过这个关卡好像都是没有妖怪的，应该还好。嘿，没有妖怪的话应该就还好，跑起来就对了。这个轻轻松松的感觉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！我可以飞超久哎，我其实腾空的技术还不错，稍微有点跑不动了。上一关实在是太恶心了，好不好？有点跑不动了，好。跑快点！沿路一大堆木箱，好险不是石头啦，不然石头就要再停下来，很麻烦。啊！快要不行了，我的天！啊，来了，深蹲之地。
啊，来，放慢动作，重复深蹲吧，蹲，先吸一下这个，吸到了，好，好，好，飞吧，哎，这是很小气耶，他之前都有那个硬币可以给我吸，但是是没有了。飞起来，飞起来，好，荡过去，好，结束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好险，这关不是在继续练腿力啊！哎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！看到终点了，看到终点了！乌鸦，吸吸！哇，好远哦！还很远哎，如果没有怪物，真的很舒服哦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！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！呼，呼，啊，啊，啊，累累累！啊，可以休息了吧？可是还没有运动完十几分钟，他好像不会让我们休息，哦，受不了了，不行了不行了，要等下一站了，太累啦！这两关虽然很短，但是拼尽全力耶，我的天，竟然有办法如此轻易地穿过那条路。当时听说有人缠着老师不放，我还以为是个很奇怪的家伙呢。不过这些技能你其实很厉害嘛，有在锻炼身体就不会是坏人，去把前往老师的所在地吧。啊，哎。要打老师耶，太快了吧，不行了，要休息了，真的不行了。